地上没咋地的小庙啊，不好看，漂亮，漂亮。但它的椅子都睡很长。对对对对，睡长。我要的是它的睡，我不要它的倒霉粉。哦。我烧的要要的啊，是吧？对，要我不要倒粉，倒粉越长。好，一级二级都是十个上。我们这边都十个上，都十个上的，对啊，不要讲太多了，真的啦。那几块一期的话就十四个啊，有包含这一块吗？好像有啊，对，有包含这一块，这样就五分美，对啊，这样加起来五分地啊，加五分地，五分地啊，哦。比我预期还要高，因为稻子很烂，就是很烂，没有这个高哎。我隔壁那一豆、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。隔壁那一豆啊，就是我同学的田啊，给我隔壁的在做法。我同学又讲我、啊，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哎，买通好啊，那干嘛改我干鞋？但是一割稻子的时候也奇怪，要黄手起的时候，后手起很漂亮。哦、那个就种，那就像老板你讲的，有没有啊？”对，场内一季都是毛棒，对，养分都留给他们。对对对，我要的是那个，最重要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最重要的是那个，我最重要的是那个。